因為原來很多人都不知道的、嗯、就是呢其實做埋今集呢 MJ13 呢就啱啱好在 Season 7、嗯、即是第七季即是開始要收費廳重溫之後呢就已經一年了，一周年紀念一歲大啊，係啦，咁咧舊啱啱係舊年嘅3月14日，就係第一集，咁即係12點啦，即係12點鐘就啱啱好做咗一年啦，咁、嗯、啊多謝啲聽眾朋友支持啊，咁我哋呢個節目一路運作咗落去啦，咁樣，咁但係呢個檔案咧，佢就唔係一個齊整嘅檔案嚟嘅，即係碎碎濕濕，碎濕濕嘅，點解咧？因為佢呢個檔案咧係寫明咧係俾 MJ 十二嘅，哦。點解咁緊要呢？有個外星人唔公開出咧，原來就係呢個外星人喺呢三年裏面咧，佢俾咗好多嘅資料咧，俾咗地球人嘅。咁佢講緊一樣嘢咧，就係佢話其實佢哋呢啲外星人喺最早即係5000年前咧，其實就已經嚟過地球嘅，即係喺地球嗰度睇咗，留意住呢個星球嘅5000年前。如果想收睇更多精彩內容，就上 MJ13show.com 以$65三個月訂閱節目重温啦。